咱若是为国立台湾博物馆行出来，向岛边看过来。这栋在日本时代叫做三井物产株式会社。伊原来模样，我有给画出来，是顶管有一栋红砖白世代的样貌。当然，伫战后和中华民国式美学糟蹋一下，啊，就变作拢无相款咯。三井财阀伫战后和麦克阿瑟将军改勒令解散，因为伊足早就来台湾。1896年，三井物产伫台北成立了台北出张所。伫台北火车头有一间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旧仓库，现主席一定修复，但是原来所在一定移位咯。建筑年代大约是1914年，是三坎式二楼砖木混合建造房屋，加着自动造的屋顶。三井财阀足早就注意到台湾的糖、米、甲酒类，阮政府嘛刻意培养三井来对抗遐洋行。顶管的三墙有一座是台湾唯一保留落来的三井物产菱形商标。伫拍开大门走入去，就看到伊原来的山墙。即摆改改做记忆仓库，楼梯口的地板作水。这是要来讲以前的北三线有啥物重要的建筑。哦哦，还有一种 virtual reality。这张是还没被市政府刷照的相片。这个模型是日本人来台湾了后第一代的台北车站。这是第一代的台北电信局。这是已经修好的交通局铁道部模型。台北城北门的模型。埔台街洋楼。台北商船台北出张所。这是有关三井产业的重要报道。北三线路其实是差不多在讲现在的中号西路。这样内部参观完了。